独狼。 直接拿下落地四杀，兄弟们，那四个字打在公屏上面，终于来一把完美前期啦！之前那几把前期啊，一点都不完美，说实话，一杀两杀的。 要把有气好一点吧，可以的，这个中心点，人比较稀少，非常的适合拿空投。 这个车那不表牌的，是这样的呢，都不是电动的，看到没？这指针都是那种指针，不符合它的身份啊，应该整一个电子的哈。这个车这么快，绝对是现在的车。 来，我们在这儿等空投。